出真名啊？啊？合成的真名啊？安娜，走。贩毒搞加盟，发绩效奖金。这个邓姓毒贩模仿时下企业组织，整合双北六名毒贩，在个人地盘设分公司，还以10000元加盟吸收下线，业绩破10万就有奖金20000元。采共同进货的方式，类似企业以代理商经营方式划分责任区，那集团以下分工很绵密啊，他们会有外部的，也有区域性。比如一个区域，它可能划分2到3个啊，负责这个区域的一个经营方式哦。那防止彼此之间的客户竞争跟销价竞争。集团运作3个月，每月可赚300万。结果一名毒贩没加入公司被驱离，份额向警方报案。联合田、万华、士林、中正二，还有新北永和等分局、新庄、五股、泰山啊等15个地点同步搜索，共查获。换钱12名，通缉官1名，枪支1把，啊，子弹43发，还有扣案阿内他命，我们将继续追查这些枪支上游跟毒品上游的来源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